来点时尚的。巴黎时装周已经落幕了，在将近半个月的时装周期间呢，咱们中国的明星去的还真是不少。对，你看张歆艺、还有李湘、王岳伦、王诗龄这一家子，还有女神范冰冰，在秀场啊，衣服好看，穿上了好看衣服的明星那就更好看。一身红白搭配，简约抢眼。张歆艺的秀场着装优雅大方，相当有中国味道。而在秀场内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，可是让二姐张歆艺自豪感爆棚。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中国人嘛，所以看到她这场秀里面有很多中国的时尚元素，我觉得很开心。